当声音博主用柯南的声音跟领导请假。老板，我要请假。真的是十分紧急的事情。木木警官刚刚给我打电话，说记得那个家伙又出现了。毛利叔叔那边简直是焦头烂额，我必须现在赶过去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哎，记得能不能我老公嘛？哎，你让他随便乱。记得什么时候是你老公了啦？老板，你快给我放假了。叔叔，你别再演了，不给。除非我喜欢灰原，懂我意思吗？老板，你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色批。所以现在可以给我放假了吗？